我读书又唔叻，又冇专业资格，点知仲有 second chance 读书进修？喺中电学院，我揾到新嘅发展方向。我得到嘅专业知识唔单止嚟自课本，更嚟自每个实习嘅机会。读完文凭、专业文凭，我可以继续读学士及硕士课程，增加晋升机会。祝陈想不会停低，但时间由我掌握。未来我看到事业上有更多的出路，有无限可能。